谢谢发言人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提问。那据报道，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规例后，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也有禁止蒙面游行的相关规定，那大肆攻击污蔑香港特区政府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香港特区政府啊，制定并实施禁止蒙面规例，合法、合理、合情，有利于止暴制乱啊，恢复秩序，极为必要。该规例的实施啊，不影响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包括游行、集会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。民进党当局啊，企图啊破坏香港特区的繁荣稳定，借机捞取政治私利，啊，这套伎俩不会得逞。谢谢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